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神灵，我们今天要玩 Granny Sun 恐怖阿嬷第三代啦。之前呢我们玩过并且成功的逃脱出来的，从原本的路逃脱出来啊，但是呢好像有更新新的逃脱方式哦，搭火车离开，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来搭火车啦。阿嬷的家居然有火车呢，多么不可思议啊。哦，所以呢我们先来阿嬷的家。Hello， 我想要回家，可是我在森林里面迷路啊，所以我就进来这间家里面搭火车，厉害吧？哦，OK， 你好，可以借我你家地下室的火车吗？在地下室的吧，地铁。Hello， 死亡啊！而且现在呢也有这个电脑版啦，所以我们今天来玩电脑版的第一天。哇，在这个牢狱里面醒来了，很好，开门。我记得是这个吧，之前有玩过了。OK， 打开。OK， 我开了。我们先去找看一下火车在哪里呢，我看一下需要什么啊。这边是之前没有的，之前呢是这边，然后开了东西之后就逃跑，这边之前没有的，这边是什么地方？这边，哇！真的火车呢！哇塞！喂，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警报！就单单警报而已，王八蛋，不要响啦！啊，完了！什么全部东西都会响的？怎么全部东西都会响的？这边还有木板 ，OK， 先走，每个东西都会响的呢！看到我了哟！拜拜，阿嬷拜拜，阿嬷拜。这边呢需要投币 ，OK， 需要投钱就可以拿一张票啊。我们需要找到钱。啊！不要射，不要射，不要射！没有射呢，用打的。好难哦！冲啊！不要管那么多，冲！冲出去，冲出去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 ！OK， 我们先要想办法拿弹弓，然后抢走阿公的枪啊。很好，阿公的枪。这什么东西？钥匙，钥匙，武器，钥匙。OK， 武器的钥匙有了。武器是在哪里啊？哇、哦！吓死我了！血、哦，有鬼啦！我们搭电梯离开。来来来，走走走走走，啦啦啦啦啦！来到二楼了，停一下。哦，完了，我找到玩具熊了，完了，不要武器了，我想去超度女鬼。我上来了，请问这边是有女鬼的地方吗？来，女鬼乖，女鬼乖，乖乖，给你给你，耶耶，超度超度，阿拉花瓜。喂，为什么会这之前没有的箱子？有很多之前没有的箱子，什么钥匙？安全钥匙。武器的话，我记得在这个厕所这边吧。不是不是，这是安全的钥匙。武器在哪里了？武器？有武器吗？武器武器武器！开 ，yes， 呜呼，算你头嘞！很会嘛！耶、走开啦，不要吵了哦，阿公阿公。我先啦，我先打先赢 ，OK。你的枪就是我的枪，我的枪还是我的枪，就在这里。我塞得进吗？应该可以吧。不要卡住啊！不要，危险危险危险！你不可以不见吗？安全的钥匙里面有火车钥匙 ，Yes。我找火车钥匙了，火车火车，不不不不不不，先丢在这里。枪呢？不要有人，不要有人，拜托不要，拜托不要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？真是的，实在不可思议呢。我们还没到屋顶去看哈，我们去看一下吧。屋顶的话，我记得要爬窗户的吧。哒哒哒哒哒哒。
屋顶有那个仓库的钥匙，先把钥匙给丢过去那边。哎，等一下啊，先把仓库的钥匙给丢过去，然后我再继续。从这边下去呢，要非常的有技巧的。阿公，二雪，喂，走开啦嘛！跳草丛，跳草丛，不然会死掉。OK。仓库有没有撬棍？这什么东西 ？And I'm so sorry。哦，这是火车用的东西。OK。那个前进的手把吧，应该是前进后退的手把。把它给丢下去。这是需要什么？这个？你好，不要吵。这是干嘛的？哦，这边有一个拉把不见了。OK。不要吵啦！你有没有钱啊你？你有钱吗？应该是还需要启动电源吧？某个感应器坏掉了，这边要怎么打开呢？也许我可以毁这个玻璃。OK， 爬进去啊！哈，有撬棍啊！OK， 总之有撬棍了，我们找到撬棍了。但是我们需要先杀人一下。这把枪不要用了，这把枪没有子弹了，丢在阿曼拿不到地方。OK， 来开箱时间，这是外面的那个电箱的啊。怎么办？我现在拿什么呢？如果是火车的话，应该也是需要启动电源的吧，所以电源也是需要的。OK， 喵。OK， 怎么没有晕倒？再对话。OK， 嘿，晕倒就快点晕啦，不要一下晕一下不晕的哦。有够慢的，这电梯浪费最多时间就在这电梯上面啦，快点啦。OK， 来开箱，这是一个 coconut， 一个椰子。啊，来，你是阿妈跟阿公，喵，哈哈，没用，走开啦。接电来，接电，接 ，OK， 好，有电了。这电是接去上面的吧？上一次，这一次那个火车要不要用到电也不知道嘛，所以就直接给它启动了吧。来。塞进你嘴巴里面，哎，石头吃了吧啦！这是我们最后的线索了 ，coconut， 来 coco，OK，得到一个啊钱呢，耶，有钱了！各位观众是钱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买票，谢谢，我有票了，有票了，可是还是少东西啊。Hello， 不要，没事的啦，哎呀呀 ，OK， 一个，两个，小外枪击啦，向左边，在这里啦 ，Padlock， 耶、yeah! ，先打开这个，打开 ，OK， 然后我们需要放水，来，装水，最好不要弄掉啊。来，最后的线索了，压去吧，开，转 ，OK， 给我什么呢？是，有了，居然藏在这种地方，还害我卡住 ，OK， 来，我插，通电成功，我们也有票啦，钥匙也有了 ，OK， 开了，钥匙插在。OK， 钥匙插在这里。OK， 等下，我要先走了，各位，再见喽，啵啵。哦，需要关门先。OK， 怎么关门啊？我有票。OK， 我有买票的、哦。来中华，来哔哔叫，哔哔叫。哎，我有票，就不会哔哔叫了。我要买票。Let's go！ 不不，先倒退。哦，好酷啊！来，出发！不不，漏水嘞，臭门 ！Yes！ 哈哈哈哈哈哈 ！Yes！ 先好好放水。
哦，原来后面是墙壁哦，在最后一点我们是撞到墙壁了 ，Yes！火车逃脱劫局成功，还有火车被撞劫局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吧。火车被撞，阿妈家真的是很丰富呢，不只可以走路出去，前几代还可以开车、开船逃出去啊，现在呢就可以开火车了，啊，还有一代可以开直升机的呢。哇哦，下一次可能会开一个飞机吧？帮助者会用什么想法？还是 UFO 之类的？毕竟所有车的工具都要被用完了嘛。摩托车，对，还没有摩托车啊。可是摩托车很危险呢，应该作者也会做出来的啊，放心了啊。还有什么骑马可以吗？骑马离开，来，开火车撞我，不，就算死我也要死在火车手上，不要死在你们手上。来吧，啊！这边是不要是爆炸结局啦，嘿，不要炸了好吗？OK， 一起死吧。好，你看，很好看吧，哈哈哈哈哈。哇哦，等下怎么手变这么帅的？喂，这个有更新哎，我记得之前是爆炸之后，我看到阿妈的木棍在那边颤抖了，阿妈被炸死了呢。只有阿哥活着，世界完成。这跟之前的不一样嘞，跟之前动画。再来一次，拜托，让我被火车撞。哎，哦，在屋顶的呢，这一次，哇哦，哇哦，你就是不要让火车撞我就对了。下面有什么东西耶？不要这样，哦，哎。什么东西？那什么？鳄鱼吗？在陆地上的。来，两个快起来！哦，哎，你说了阿妈了，白痴啊，阿公！原来可以这样射的、啊，真棒！哦，我被捆绑在火车上面。哎，傻妈的是你，不是我们，是你开枪的。OK，No。OK。阿哥好玩了，Game Over！ 这个就最新更新的火车结局啊，火车好结局跟火车坏结局啊，真的很有趣呢。而且没有想到阿公居然也可以射到阿嬷的，我以为只有我们拿枪才可以射阿嬷，没有想到阿公拿着枪也可以射到阿嬷的呢，还赖在我身上啊！Granny 这个系列呢，每一代好像至少都会有三个逃脱绝地，是吧？第一代啊，第二代啊，好像最少都会有三个逃脱结局的，所以第三代呢，应该还有一个逃脱结局还没做出来吧？感觉是搭飞机吗？搭直升机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、啊，汽车吧，也许可以维修汽车。第三代呢，目前只可以走路出去跟搭火车离开嘛，对嘛？那么还少一个，究竟作者会不会做出第三个呢？让我们敬请期待吧。我是森林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莫名其妙闯进阿妈家，然后再被抓，再被打，然后再自己逃出去，啊，爽啊！